郭炳联朝早8:00乘坐7人车到北角廉署总部报到，现场有大批传媒等候，私家车在门外扰攘一轮先至可以驶入廉署。他在9:00已经离开。至于郭炳刚同同案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亦都随后抵达廉署报到，逗留大约10分钟之后离开。郭氏三兄弟郭炳湘、郭炳刚、郭炳联同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在3月底先后被廉署拘捕。香港丰频电视记者罗敏丽报道。